哎呦，这位兄，真的是你，兄弟，太巧了吧？你愣在这儿呢？对呀，蓝精神怎么不说一声呢？那把我当兄弟啊！说的就是。啊，帮忙！你看，这顾高兴了，来，照顾。哎，这个扛哪儿去？啊？ 他想让你找个地方把他埋了。哦，埋了，走，埋。来，叔，不让留吗？你说不留吗？你上来呀，我就不去了啊！看家。 叫我在乱坟岗子挖坑埋人，你怎么不可怜我呀？大半夜不埋，那明天生意做不做了？你可要知道，我是在替你们家打理场子，我是替你们着想的。你去赶紧埋人去。 这话应该我说吧？你道歉道打一把，责怪起我来了。我说错了吗？我说错了吗？哎呀，我是不是在替你们家打理场子？好啊，大半夜的，这可是坟地。 你们也不怕惊扰到这地方？怎么了呀？两个活人，一个死人，吵架。不光为了死人，那还有个活的呢。死的埋了，那活的怎么办？那就赶紧把他送回家吧。啊？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啊？他什么地方人？那个死了的瞎子呢？哎呀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应该问清楚。 少爷，他们都吃了，我们拿什么给叫花子呀？哎，不给了，做了一晚上膳食，够了。哥，你不吃了啊？ 二哥，谁是二哥？我就说不适应。二哥，当时魏先生，这拜把子时候说了，按照参加革命的先后排大小，我排个老四，叫叫就适应了，是吧？二哥，你什么时候来北京开茶楼了？媳妇儿娶了吗？ 休了，你真把人家给休了？人家把他给休了。什么？他媳妇儿不要他了，听清了？还有这事儿？为什么呀？人家也有爱情。
什么情？爱情？听他瞎说，他把娶媳妇儿的钱呢，都干了啥事儿了？害得他爹差点破产呢。那你说人家不休他休谁啊？他爹觉着丢人，把他打发到京城。我爹也瞎了眼。 信他不信我呀，愣是把北望楼交给我这个不着调的哥哥，这才几天呢，啊，就惹出那么大麻烦。二位兄弟，昨天晚上的事情幸亏有二位，也累了一夜了，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改日呢，我登门道谢。哎，都是兄弟，不说客套的，就是啊，说的就是啊。<笑> 要不这样，你们住哪儿？我叫阿祥背一辆马车给你们送回去。他们没地儿住，你先住我这儿，别我赶出去。是，谁稀得住你家呀？我们有一个开茶馆、开客栈的兄弟，还怕没地儿去？你也别难过，我们是有难处，但这也是天意。关键的时候，兄弟就出现了吧。少爷。 兄弟，你不会也不收留我们吧？怎么能呢？少爷，你们还是想想其他的办法吧，我也无能为力。这太不像你说的话了。 先前在广州，你是我们在革命道路上的眼，正兴中华，置之于肩上。这个道理是你讲给我们听的，难道你忘了？我没忘，可是少爷，少少少，你大爷少爷，你坐下。你到底咋回事？你把我们哥俩说成革命党了？你现在撒手不干了？你小点声。当时你还给我们什么什么梅子终究什么天下英雄，我们哥俩现在去南阳城英雄了。 狗熊，背叛革命的狗熊！谁背叛革命？你少在那儿信口雌黄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先前说的道理，你都忘了？我没忘，我也没忘我答应我爹的事情。你答应你爹什么事儿？不告诉你。那你说，你到底还革命不革命？你们也看见了，这茶楼是我叔叔的。 我只是替他打理，我不能再把我叔叔的买卖给搞垮了吧？二哥，你啥意思啊？我收留我们茶楼就垮了，你把我们俩当什么了？瘟神！你闭嘴！现在这生意不好做，我更帮不了二位了，请便吧。魏先生一到我们就有银子了，我们不会白住的。对呀，再说茶楼有难处，我们要住进来正好帮忙啊。关键时候还得靠。 你想，你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。又不是真收留给你银子，那也不行。你开茶楼挣银子，我们住店给银子，咋不行啊？你们的银子我不想挣，也不能挣。挣银子可不分谁的，哥。有银子为何不挣？我告诉你，王子谦，这茶楼我说了算，还轮不着你说话。茶楼的事儿我不管，但他俩是你兄弟，兄弟的事儿不能不管。我跟他俩没交情。 还让他俩在我家住了那么久，你凭什么不管？哥，你就得帮我一忙。他俩住我家住那么久了，撵都撵不走。兄妹俩这事儿，非得跟我井水不犯河水。那我可跟你讲啊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那更不能让他俩住我家了呀。 他们要是把老伯搬到我家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爹不得打死我？那我爹要知道了，他得打死我。不能，哥，我跟秀儿撕破脸可以，但你想想，你已经没媳妇儿，我要再没媳妇儿，谁给咱王家传宗接代呀？是不是？那这事儿，咱不让你爹。
住在这里可以，但我要约法三章，你听一下。别说三章了，十章都依你啊。第一，不许借银子。好。第二，不许欠银子。 没事儿，要是银子不够，就在店里做工，劈柴烧水、刷盘子、洗碗，就当是惦记。这个好说，我在南望楼的时候当过伙计，你那可不是伙计，是碎碎。行了，还有啊，你们两个人的身份比较特殊，啊，尽量不要抛头露面，就在霍尔待着。 第三，如果出了什么事情，和茶楼没有任何关系，不能连累这里的任何人。理应如此。口说无凭，换押为证。你呢？按什么手印啊？我又不卖身，滚！ 签约必须按手印，走吧。让你们去问吧。哎，行嘞，总算解决了一件大事，你们也算找着地儿了。 记得跟秀儿说，我帮的忙啊！我刚刚回家找你们呢，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啊！你们看谁来了？魏先生，大哥，昨天信刚到，今天人就来了，太快了吧！你傻呀，这人当然比信走得快了。哎，几日不见，你们怎么样？哎，不用，撞上了。 大哥，我们还是上楼再说吧。啊，对对对，等等，这魏先生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位带着银子来的先生吗？不错，让魏先生稍事歇息，咱们一会儿再说。刚刚签字画押了，你就想耍赖？怎么回事？大哥，你带银子了吗？ 这位先生，我们会馆有规定，刚刚跟二位签字画押了，不能赊账。啊，这位就是广州的王印王公子。这是十块钱。 你数数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中华民国的纸币，就像美元一样，这一块钱啊，就能换出一两银子。等革命成功以后啊，全国都会使用这个。魏先生，您这儿逗我们玩的吧？这是大清皇城根儿。 我们只收银子，不收废纸。王兄弟，你为革命捐款的事儿啊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你帮了革命大忙，你是革命功臣。等民国建立以后啊，我们会好好补偿你。你放心，我大哥一定会让你把捐给革命的银子给挣回来，纸多不少。这虽然现在还是大清。 可是处处透露出腐败的气息，这皇城啊，已经气数将尽，用不了多久，就是民国的天下了。王兄弟，我向你保证，等我离开茶楼这一天，这十块钱啊，一定能换出十两银子，甚至更多。 你再让我看看，这是孙先生在檀香山印呢。
这个真能当银子使啊！现在还不行，等革命成功以后，就能拿去换银子了。那给我们多留几张吧。我带的也不多，咱们这钱啊，得用在刀刃上。你们要尽快和君王联系上，我要见见他。 哥哥，该吃早饭了。嬷嬷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，我把心里的小虫捉出来了，好不好看？哎呦，还真好看！<笑>昨天梦里额娘也说好看呢。啊，嬷嬷，你帮我个忙好不好？说。阿玛天天关着我，不许我出门。我把这个做成手帕，你替我去趟学校。 把他交给玉秀姐姐，托她带给江流哥哥，就说谢谢他那天救我。哥哥，你阿玛不是说不许你和这些人来往吗？嬷嬷，你偷偷的去，阿玛又不知道。你阿玛是为了你好，再说现在外面……嬷嬷，你要真为我好，就帮我把这个送给他。 要不然，这只小虫又要跑到我心里，我会一直难受，那就真好不了了，好不好，嬷嬷？我的好嬷嬷，哥，说，你说这些日子他俩住我那儿吃我的。 我还给他们站岗放哨，我算革命党吗？那朝廷要是把他们给抓了，不会砍我的脑袋吧？啊，哥！哎呀，你能不能不在我这捣乱了？你问朝廷去。阿祥，阿祥！ 哎，你又去哪儿啊？啊，怎么了，少爷？去把大门关了，上午不开张，歇了。好。哎哎哎哎哎！出去出去，今天不喝粥。我不喝粥。哎哎，这位先生，这位先生，我们上午不开张，您去别的地方喝茶吧。 我不喝茶，那您是住店？我也不住店。那您是？听说你们这儿有唱曲儿的？不唱了，我们这是会馆，喝茶的地儿，听曲儿啊，戏楼。<笑>我不听曲儿，那您干嘛呀？ 我找人，找什么人？一个瞎子，一个哑巴。听说最近在你们这儿唱曲儿。您是？我是唱曲儿的爹。哎呦，老人家，我们还正愁找不到您呢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拿下。来来，坐坐坐坐，你们这。 这找我，老人家，我跟您说件事，您别难过。那个唱曲的，昨天晚上没了。没了？哎，谁没了？那个唱曲的瞎子呀，他得了痨病，昨天晚上就病死了。 时候就快不行了，我哥是可怜他们才收留下，没成想半夜就死了。这和我哥没关系啊！哎，不是，这跟我们都没有关系。这个，哎不，你可以问那哑巴呀。哎，对对对。
我不找那瞎子，我就找哑巴。您找哑巴？啊，我是他爹。 松开！住手！打女人算什么？要打你打我！哎，这也不能打，这也是女的，要打打我！为什么？你，我打我女儿，关你们屁事！你女儿，你女儿，你更不能打了。何况她刚刚死了男人，松开！走走走走走，子谦，抱住她！哎哎哎！我告诉你啊，在拦着我连你一块打！我太爷！快走，抱住她，抱住她，快走走走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啊！你自己看。来呀！来来来来来！哎！ 奶奶的，还打人呢！你还，报官！我就是官，我是朝廷大狱里的狱官。 我是他爹，大牢里当差，是个职业的头。前年他娘死了，没人照顾他，我把他送进戏班子给人打杂。为了他日后能过上好日子，我把他许给城外一个地主家当儿媳。等等，你把他许给谁了？城外小地主家的儿子，家里有几十亩地呢。那人有病啊？嗯，对。 是个傻子，吓我一跳！我说呢，人家要成亲，他跑了。我到戏班子去问呢，这没出息的东西，跟个瞎子私奔了。你们说啊，你们说他该打不该打？不该打。他虽然是你女儿，但和你一样是平等的人，你没有权利打他。 你这话我听得怎么那么稀罕呢？我是他老子，想打就打。那也不能打，就是你要打坏了，你跟地主家怎么交代呀？你把他嫁给一个傻子，那他愿意？一个哑巴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？能有人家肯要就不错了。丁香。 你愿意嫁给个傻子吗？你看，他不讲话就代表他不愿意。你不能因为他是个哑巴就随便把他给嫁了，更不能因为人家有几十亩地你就把他嫁给一个傻子，这样的话他不会幸福的。什么？他不会什么？哎，就是说，他以后的日子会不快乐。快乐？他？ 一个哑巴的快什么乐呀？这哑巴怎么了？我跟你讲啊，世人具有追求幸福快乐的权利。还权利？老子就是权利，大狱里是，回家还是。哎，我说你们几个少爷，吃饱了撑的，跟我这儿讲道理。哎，那我倒要问问你了，你刚才说的那个。 那什么，能让他一辈子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房住吗？不能。那你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呀？哎，要家里有银子，那我把他嫁给傻子，那我是傻子，你们呢，是饱汉不知饿汉饥。 得，我也没工夫跟你们这儿瞎扯了。
丁香成这样了，地主家是去不了了，怎么办？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？白天你们一个个的不都挺能说的吗？是你硬要让她嫁给那个傻子，她不愿意才会这样，你反倒赖上我们了。要不是听你们这些人胡说八道，她一个哑巴懂什么？她回去撞树。 那我们也是出于好心，是，我承认，你们是好心，可是你们好心的害了他。我要职业了，丁香伤成这样，也只能留在这儿了。想想看怎么办吧，想好了，我还会来的。 有什么好发愁的？哎，要不你领回家去给你做一个烧水做饭的丫头，邓小姐得跟着我们革命，她干不了这个，但是家里头少不了这种人。不用我动手，有人收拾。谁呀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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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我这是为你们好，怎么不知好歹呢？你们都小声点，丁香睡了。 走夜路遇到鬼，有人胆大，掉脑袋的事儿都敢干，鬼见了都怕。人家娶媳妇儿是用来挽上暖被窝的，我娶媳妇儿是拿来走夜路撞胆的。哎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咱俩井水不犯河水。 我不过去，我知道你要干嘛。我要干嘛？你除了收拾我，你还能干嘛呀？你有什么话你就说。你昨天说的都是真心话吗？除了井水不犯河水是假的，其他都是真的。我也有一句真心话。你过来，我说给你。你就在那儿说。 大声点！大意思，这话是大声说的吗？那你过来说。我也会暖被窝。真的。 等革命胜利了。
我天天都在家给你暖被窝。听，有蛐蛐叫，肯定是条好虫。革命党的首领已经到了京城，想与您尽快的接触。他们倒先急上了，也好，免得夜长梦多。那就明天。那奴才就到福陵酒楼去准备着。这回不请他们喝酒，酒后什么事都说不清楚。这回咱们听戏，听戏，听戏，就听借东风。丁香，丁香，哎，别劈了，别劈了。你这伤还没好呢！哎呀呀，别劈了，回屋睡觉。你呀，要是不想在那个屋睡，我可以给你换一个，换一。你是说，我说的东西，你都懂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也是第一次这样跟人讲话。要不这样，我讲你听，啊。我们已经打烊了，喝茶请去别处吧。我不喝茶。那您住店？也不住店。不喝茶不住店，那你找人？对，我是来找人的。丁香，你不想离开这儿，是吗？因为瞎子在这住过。是吗？你喜欢他，是吗？丁香，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？你们两个就是爱情。你看，如果瞎子活着的话，他生病了你心疼，他挨饿了呢你心急，他就是你的声音，你呢也希望做他的眼睛。可是他走了，你心里疼，心里空，也不想活了，是吗？这就是爱情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收留你们俩？因为包子，因为那天你喂他吃包子时的样子。那天你也饿了，可是你还是让他先吃了，他吃饱了你就不饿了。
爱情啊，我认为就是他快乐，你也就快乐。你们两个是我见过的最实在的爱情，我被你们感动了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丁香，瞎子已经走了，就算是为了他，你更要好好的活着，因为他希望。如果你也希望他在那面能看见，就更不能叫他死不瞑目了，是不是？好好活着，丁香。啊！没想到再次见到公公，会是如此情形。但不管怎么说，首先恭喜公公，弃暗投明，寻得人间正道。这人活着就像出戏，往台上一站，让你演什么你就得演什么，是明是暗，戏子可不清楚。公公喜欢听戏？喜欢。主子喜欢什么，这奴才便喜欢什么。那这是王爷的意思了？这个奴才可不清楚，奴才只是个奴才，不过呢，奴才倒想提点一下魏先生，这戏还没唱完呢，以后的事儿啊，谁也说不清楚。那就请公公转告王爷，这出接东风，魏国一定要奉陪到底。好了。刘部，公公慢走啊。告辞。告辞。告辞。先生，公公刚才是来干什么？他是来传王爷的口信儿，王爷答应了，明天见面。太好了！你们刚才东言西语的，说的我直晕。那老太监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他是想告诉我，一切之事，半由人谋，半在天意。他能有今日之情形，确实让人唏嘘啊。不过大哥，明天的情况多少会有些危险，你一定要小心。